解决了，它还有一个很显老的部位，那就是发质、发量、发量。那我们今天呢？这个就比很困难。发量，我觉得真的随着年纪啊，哇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会常常听到一句话，就是女人四十一枝花。可现在的女人四十好像没有办法变成一枝花呀。所以从现在我觉得应该要提高在保养上面的认知，要更提高了。当然要超什么三十，要三十哦，年轻就要开始保养了。我们的头皮啊的老化速度呢是脸的六倍，所以你现在要不要保养？要，对吗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对，那我今天要推荐大家这个啊，在操作上面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每天洗头发呢，吹干完就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且它早晚各一次就好了，是哦，非常简单，而且两分钟的按摩好就可以了。有，那你要持续用六个月，六个月效果就会更好。那它有洗护，那我今天用洗护里面这个，就像我们在刚刘燕老师就讲保养品，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呢，你要头皮要开始进行保养了啊。这一整个系列都是德国原装进口。这个很有名，它的成分也是，它的成分是非常草本的，非常草本精华液，是不是？它是精华液的，你可以涂干。对耶，它就精华液的精华液，洗完头吹干。洗完头发一定要在干净的头皮情况之下操作。蛮香的嘞，那个清香。吹干，因为它吹干之后，它可以帮助呢，就是你的吸收可以更足够。那的营养液呢，可以达到你的头皮，让你的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可以更坚固。哎呦，那因为它里面的活性成分就是有大豆跟白茶，它是活性成分嘛，它可以抗氧化，所以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呢不会停止生长。哎呦，它会抑制生长的问题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就是咖啡因，它可以让你长出来的发根呢更强韧，所以你在视觉上面你的头发呢就会有更茂密的。头发会更茂密，视觉会更蓬松，真的。那一定要持续使用，就是你洗完头发之后吹干头发，擦，睡前擦一次，隔天早上起床要出门前再干擦一次，再按摩就可以。跟脸的保养一样啊，就早晚。还有就是它最重要的，大家就它的防护呢，可以长达24小时。防护什么？就是一天染灰尘吗？不是，它是保护。就是你的防护长效的效果，它可以维持24小时，有点像保湿的效果。对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其实保养其实操作不没有太难。再来就是它的出水不是出水口，水口，水口，瓶口，瓶口，出水口，瓶口设计非常有趣哦，就是你的角度啊，你看这样水龙头要关，你发现它越来越高，它就越压力越来越大了。越斜就越少，对，然后就按摩，按摩你就可以先滴在，你先滴在你几个重要的关键位置。第一个大家最在意的地方是哪里？头顶，额头顶，你看每个人都不太一样。天灵盖，那我们这里，我们称它为第一视觉，就是你的发际的外缘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好操作，就先从这里开始，轮廓，对，头发先搓，先从这里开始，一边滴一边搓，对，先把它搓匀。再来呢，从发际的外缘处理好之后呢，就是画像切西瓜，一条一条一条，就是从前往后，从前往后这样子，往后，这样它就会均匀了。因为头发的生长呢，最欠缺的地方就是顶部区，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先把它放在上面，再就是延伸到两侧，最后是后面。哦，就有点像染发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拨，然后要染。对，染的均匀的，只要进头皮就可以了，重点是进头皮就好。进头皮就均匀的分了几条线以后，抓着它吗？开始按摩，按摩。对，会凉。凉哎，凉凉的，就感觉头皮很清爽，凉凉的感觉。那我爸爸可以用吗？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它有分男生跟女生使用，那这款是给女生的，对，这款是给女生的。他们家洗发精也有分男女，真的。哎呦。增加夫妻情趣啊，洗完之后两个就互相俩连一下，没事做，不然怎么办？没事做，对，一个在看政论节目，一个在看股票，哦，对，互相。这一定要叫小孩来做的，然后我们就再开始做造型啊，对，没错。再吹会不会就比原来看起来更蓬这样子？会哦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！它会让头发看起来更蓬松。老师，我们每天洗头的人可以每天早晚用吗？可以啊，它就是要每天早晚可以天天使用，对，睡前跟早上起来，睡前跟要造型之前都用。
就是如果你这样子使用，如果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，你就是每天回家洗完澡的时候吹干就擦一次，睡前擦一次，对，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出门前再擦一次，哦，就好了，就很简单，就不用再吹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子就好了，不用再洗了，就不用再洗了，好方便吗？就很快啊，就长这样子，非常简单，这很简单，可以啊，很快，而且不会增加你的负担 ，OK， 很快速，分享给大家，好的耶，好东西。